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昨天我们讲到念佛功夫为什么不得力，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，属于共性问题。但是共性问题对于每个修行人来说，它还有它的个性问题存在，所以它是共性和个性并存的，那就是看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。那我今天讲呢，既要讲讲共性，又要讲讲个性。昨天我说到我老伴子说的那两句话，那两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来的呢？是因为我看他不念佛，老看电视，我督促他念佛，我说老伴子念佛呀，他说了一句，你怎么知道我没念佛？我说看你嘴也没动，声也没出啊。他说我念的佛在心上，你念的佛在嘴上。说实在的，当时听这句话的时候吧，我还心你净胡说八道。他走了以后，我仔细的回想他说这两句话，没有错误的地方。就我们两个相比，确实是他很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么念佛。但是现在事实证明，人家真的是心里有佛，用心在念佛，我比不上他。那现在昨天我跟同学们这样说了，我说你们没念佛呀，你没念佛呀。昨天我不说了一句吗？可能有的同学听了不服气，我天天在念佛，你怎么说我没念佛呢？可能有同学还会问这样的问题，老师，你说我没念佛，那我念啥呢？我在这里啊，把话说得更清楚，更具体一点，应该这样说，你在念佛，你是在用嘴念佛，你没有用心念佛，你更没有用真心念佛，这么说就比较确切了。还有的同学不服啊，我觉得我是在用心念佛，如果老师你说我没有用心念佛，没有用真心念佛，那我的心在念什么？我在这里啊说一句不客气的话，你可别吓住，我说你心里没念佛，你在念魔，这下子可能更麻烦了。有的同学说，老师你说的也太厉害了，不单说我心里没念佛，还说我心里在念魔，你凭啥这么说呀？大家仔细想一想，我说过这样的话，这不是我说的，是老法师讲经过程当中说的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说佛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魔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魔佛一体，注意这四个字，魔佛一体。你一念佛，你就是佛，你一念魔，你就是魔。大家想想，是不是就是一念之差？还原观里对这个一念呢，说了它有三个特性，什么特性呢？一是周遍法界，二是出生无尽，三是含容空有，这是念头的三个特性。我们不说后两个，就说第一个，周遍法界。你每一个念头不是善的就是恶的，你这一个念头一念出来，周遍法界了，虚空法界没有不知道的。所以说有人干坏事，说谁没看着不知道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念头一起已经周遍法界了。
那有同修又问了，老师你说我在念魔，那什么是魔呀？我这样告诉你，这个魔呀，它不是青面獠牙的恶鬼，是你心里头的一切不善念。记住这句话啊，什么是魔？是你心里头的一切不善念，不善念还有个一切来修饰的，所有的不善念都是魔。这个你听明白了吧？这些个魔通通都是你往生西方净土的魔障，咱们把障碍改成魔障，不是魔吗？谁障碍你？就这个魔在障碍你。那这些个魔障又是谁给你设置的呢？没有别人，是你自己的不善念设计。这个魔障就是这么来的，你自己设置的。我们下面再说一说，有哪些个魔和我们关系密切。贪嗔痴慢疑，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，人我是非，等等等等，太多太多了。你想吓不吓人？这些个魔是无孔不入。有人说都是外魔来干扰我的，不对，没有外魔，都是内魔。没有内魔，外魔怎么能起作用呢？刚才我说了一个词，叫做无孔不入。它怎么入进来的？得有个孔啊，有个缝啊。没有这个孔，没有这个缝，它从哪里往里入啊？是不是还是内魔啊？这回你听明白了吧？我们把这个魔推给外面的魔，错了，要向内观。你的心魔是真正的内魔，是真正的魔。你想想，你心里不念佛，你不念魔，你念谁呀？这个你听懂了，你就服气了。那你的那个魔是怎么入进来的？是你自己给他留个缝，开了门，哪怕那个门就开一个小小的缝，那魔都进来了，它就是这么来的。下面我想接着上面这个内容说一说，那你是想当佛的眷属，还是当魔的眷属？那你想做佛的眷属怎么办？念佛。你想做魔的眷属怎么办？念魔。就这么简单，念佛你就是佛眷属，念魔你就是魔眷属。你看看你该念啥。说到念头啊，我得再多说几句。我们是修学净土念佛法门的，更明确一点说，我们是持名念佛。你对照一下你自己，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你能不能持住？注意持住两个字，持住了你念佛功夫就得力了，持不住这句名号你念佛功夫永远不得力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什么叫持住？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，这就叫持住。有几个人做到了？有几个人持住了？前几天我和身边的佛友聊天，我说我认真的想一想，在我接触到的学佛的人当中，有几个念佛功夫得力了？他得力了说明他持名持住了。我想来想去，不超过五个。真正能达到持名念佛，把这个名号持住了，我身边的，我经历过的，我只找出两个人。我这么说，同学们会不会失去信心？哎呀，老师你接触那么多人，
就有两个是持名念佛把名号持住了的，我不糊弄你们呢，我不骗你们呢，真是这样的。我认真的想了，可能我接触的范围比较窄，认识的人比较少，我说的是在我接触的范围之内，那我没接触到的人家持名念佛念得很好，那我不知道。我经历的我觉得就有两个人真的名号持住了，所以他念佛功夫就真的得力了。我们功夫不得力，名号持不住，天天装模作样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我说句不客气的话，这纯属是摆花样子给别人看的，标榜我是念佛的，我比你们高明。一天到晚妄念纷飞，习气半点不改，我说的是习气半点不改，不是说一点不改，连半点都不改。念佛功夫没有成片，什么成片呢？妄念的功夫成片。那你想，你妄念的功夫成片了，你能成就吗？你自己就找到答案。我接触到的人就有这样的例子，我今天呢还得跟大家讲讲镖局师的故事。我记得前两年呢，我跟大家交流的时候经常举镖局师的例子，有同修，特别是哈尔滨的同修，替他打抱不平了，说这刘老师老说镖局师，这不埋汰人吗？因为他们不了解具体情况，所以说这个话也很正常。因为我一举例子就是镖局师，一举例子就是镖局师。今天呢，因为还得举镖局师的例子，我得先跟大家把这个事儿说明白了。我为什么要举镖局师的例子？因为我要说明念佛功夫怎么样能够得力，念佛功夫为什么不得力。我光从理论上说，大家受益不多，甚至不受益，所以我必须得用实例来说明，供大家参考借鉴对照，看看自己属于哪一条的。我为什么说镖局师的例子，原因有这么几个。第一个，我了解他，我了解镖局师仅次于了解我自己。我曾经说过，镖局师是我人生中的唯一知己。其二，他是代表芸芸众生来给我表演的。记得我同学问我说，素云呐，你很少出门，你接触的人也不多，你怎么能讲的那么接地气？最后我告诉你们答案，为什么那么接地气？因为镖局师都给我演出来了，芸芸众生的所有表现，他表演的淋漓尽致。其三，我俩私下有约定，就是他做我道具，给我提供演讲的素材。同学们，你们知不知道，如果你们愿意听我讲的东西，我告诉你们，不要忘了感恩镖局师，他是幕后英雄，他的功不可没。还有就是他是我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，因为我俩相处了13年，我再了解不过了。如果我不了解的那么透彻，我不可能随便拿一个人来说事儿。为了消除同学们的疑虑，有同学说，刘老师你是不是欺负刁局师？这个话隐隐约约我也听到过，那这次我还得说，而且这次要说得很透彻，
那有人不又怀疑了吗？你哪有这么欺负人的？所以我得先给你们打预防针。什么预防针呢？我给你们讲一个镖局是欺负我的故事。什么故事呢？有一天我俩出去绕山，在绕山的过程当中呢，我就说了一个事儿。我说雕啊，这个清净心、平等心、决心，说起来就五个字很简单，但是做起来真的很难。我就举了一个例子，我说比如说这平等心吧，我举我自己的例子跟他说的。我说那个运动员比赛呀，我最爱看那个乒乓球比赛。每当看比赛的时候，如果咱们国家队员遥遥领先，我坐那就自在的看。如果紧张了，我就不太敢看了。最紧张的时候，我把眼睛闭上，把两个耳朵堵上，而且还得用两个手指头塞着，告诉我老伴儿，胜了你给我报信儿，你鼓掌，我就知道咱们赢了。如果失败了没赢，你就不吱声，我就不把眼睛睁开。我说你看，就这么一件事情，有没有不平等心在里面？有些个时候你不知不觉的那个不平等心就出来了。我说你看，同样都是运动员，同样都经历了那么艰苦的训练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，那我为什么就中国运动员赢了我就开心，外国运动员赢了我就不那么开心呢？我说这严格起来说就是一种不平等心。当时刁军师就跟我火了，说你这啥理念呢？你不爱国啊？你怎么希望别的国运动员赢呢？我说到此为止，不说这个话题了。这样我俩绕山完了就回来了。回来以后，我俩坐在沙发上，一个双人沙发，他坐一头，我坐一头。他又把这个事儿想起来了，坐在沙发上，瞪圆了眼睛，颠着屁股跟我喊：“你这外国，还是说你怎么回事？”我一看他连比划带刮了，我就不吱声了，我把眼睛闭上了，我一声不吱。我心里挖了去吧，我看他挖了到啥时候。你挖了完了咱们再说，我就这么想的。他挖了挖了挖了，一听我一声没有啊，他就不吱声了。我就连眼睛我都没睁啊，我就小不点声我说了一句，我说雕啊，过了都要创世界水平了。他一听认识到自己错了，马上说错了错了错了，我错了，我把老师当成老熟人了。我跟他这么说的，我说雕啊，不是说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，跟任何人都不能这样说话，人和人之间互相是要尊重的。这回他听懂了，不吱声了。那我举这个例子，这个他欺负了我，这个欺负是带引号的，我俩根本不存在谁欺负谁的问题，就是为了解开大家这个疑团。你们别认为我今天举刁居士的例子是欺负他，那就好，我就敢说了，否则我不敢说。昨天我跟刁居士说，我说明天我跟大家交流，举不举你这个例子，我还没拿定主意。他说那得举呀、啊。利益众生的事儿，利益我个人的事儿，那怎么能不说呢？你看他理解我，有的同学不理解我。现在呢，我把这个底儿交给大家了，你们就别担心是我欺负他们。听了这个故事，你们可以放心的听我讲下面的故事了。有人问过我，说刁居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这样回答的，我说他是一个好人。又接着问说他是一个修行人吗？我说他是一个修行人。第三个问题，他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吗？我是这样回答的，他是一个努力想做一个真正的修行人，但现在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。
我是这么回答的。接着人家问我说，你根据什么这么说？我说我根据他学佛二三十年了，至今念佛功夫不得力，始终没有契入境界，所以我这么说，他现在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。刁居士念佛功夫不得力，可以说是我的一块心病。他有两个问题，至今我没有给他解决得了，所以我说是我的心病。两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一个是昏沉，听经睡觉，念佛睡觉，绕佛都能睡觉，参加什么活动睡觉，就这个昏沉，到现在我也没有给他解决得了。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主题，念佛功夫不得力。他真的是念佛功夫不得力，你说他念不念佛？念呢，很辛苦，也很精进，但是确实是不得力，这我是有切身体会的，不能瞎说。因为这两个问题没有给他解决，所以我自己内心很愧疚，我很自责。你说在我身边就这么两个问题，十几年我没给他解决得了，我确实深感惭愧。尤其是我老伴子往生之后，我的那种急切心就升起来了。为什么呢？这种感觉我觉得越来越强烈了，在他身上我有点着急了。因为刁局是今年已经72岁了，我就想还有多长时间，这两个主要问题没有得到解决，他今生成就就是个障碍。所以有时候我对他有点急，有时候我都呵斥他，真的是这样。怎么办？我自己想，我光这么急也不行啊，我还得想办法呀。怎么办呢？我就想，我得挖挖根儿。这些年我是浮皮潦草的点点他，哎，你应该怎么的，你应该怎么的，没说透。那这次我要说透，我自己得知道的透。你比如说那海底是什么样的，我得到海底里去看，我才知道什么样。我在海水上浮着，我看不见海底，我那个倔劲儿我就上来了。我就想，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他功夫不得力的原因。所以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，我就苦思苦想，真的苦思苦想，想得我脑袋疼，想得我心疼，有几次想得我心绞痛，我用那个速效救心丸给他顶过去了。这个事儿我周边的人谁都不知道，我不能告诉他们，告诉他们他们会替我担心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哪怕我心绞痛了，我还是认真的念阿弥陀佛，我佛号不丢。就这一点我觉得我值得你们学习，任何时候不要把这句阿弥陀佛丢了。如果我当时过来了，那我就过来了；如果当时我过去了，那我就回家了。所以我没有思想负担，我不惊慌，我沉着冷静。今年的1月份我病了，病得很重，不停地咳嗽。大家想一想，那什么时候？正好是这个新冠肺炎加重的时候。你说我那咳嗽，他咳嗽的那么厉害，怎么办呢？晚上我不能躺着睡觉，也就是不能睡觉，躺下上不来气儿，我只有坐着，靠着枕头坐着。咳嗽怎么办？我怕影响大家休息，怕他们替我担心。咳嗽的时候我用被把自己蒙上，让他们听不见声。当时这个肺炎正是关键时刻，我想
虽然我自己知道我不是那个病，但是我这个症状和那个太类似了，为了让同修们，让道场的人能够安心，我自我隔离了30天，从1月29号开始隔离，隔离到2月28号，正好是30天的时间。我是3月1号开始下楼吃饭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这30天隔离我干什么用了？我挖雕居士念佛不得力那根儿的，30天的时间没白费。我认为虽然不一定挖到底儿了，但是大部分的根儿我给它挖出来了。我当时心里特开心，哎呀，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功夫不得力了，所以我这回就要彻底的抖搂抖搂，把他那个根儿给他抖搂出来。一个是让他自己受益，改习气改毛病，一个是让大家受益。大家可以对号啊，雕居士这个问题我不是给他一个人说的，我要给他一个人说，我俩背后说不就完了吗？我是为了让同修们都受益，所以我才公开的说。我给他挖出的第一个，可能有同学说这点啥根儿？哎，在我这看来，我认为这是他根儿。他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是不认识错，不改错。注意了啊，不认识错，不改错。我觉得这是我从10月份开始到现在挖根儿获得的一个战果，可能是微不足道，但是在他身上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我把根儿挖到了，有这样的两种人啊，注意听，有这样的两种人，一种人是不认错，一种人是不认识错。注意没有，多一个识字。什么样的人是不认错呢？就是明明知道自己错了，死咬着不放，这样的人叫不认错。第二种人不认识错，他不知道自己那么说不对，那么做不对，哎，这叫不认识错。雕居士属于第二种，他不知道他那么说不对，那么做不对。所以这两种人，不认错，不认识错，要区别开，不能同等对待啊，他是两种人。那大家看，哪种人有药可救？当然是第二种了。你只要让他认识错了，他不就可救了吗？那第一种人难救啊，他死咬着不放啊，他明明知道他错了，他还咬着。这种人呢，真的不好救。标题是这个错，我又给他分析，他为什么不认识错？我给他找着又一个根儿，基本素质比较差。真的，基本素质比较差，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，你怎么想你都想不出来。哎，这个事儿他怎么能这么认识呢？他就那么认识。所以后来我就跟同学们说呀，我说这个雕居士啊，他对问题的认识用两个字可以概括，什么呢？怪异。哎，你别人想象不到，他就那么认识，就是与众不同的意思吧，这个怪异。有时候我就想，怪了去了，你说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，他怎么就憋在那儿憋不过来劲儿呢？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。有一次啊，参加一个学佛的心得交流会吧，规模比较大。那一次呢，我是主讲，雕居士坐哪儿呢？他坐在听众席的第一排，贵宾席，非常显眼。我开讲没有5分钟，老先生就开始睡觉了，而且那睡觉那个姿势啊，都有点可笑，把那头都低低
没有地方再低了。我和他对面坐着，给我急的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因为什么呢？那天是全程录像，他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，一照那个观众席，肯定他那个镜头先进来，这我是知道的。但是没办法呀，挺着吧，愿睡就睡吧。回来以后啊，小鱼编片儿，遇到难题了，怎么办呢？这个听众席这个镜头要有啊，镜头一到听众席，就是刁居士睡觉的镜头。这小鱼就挠头了，问我刘鱼咋办呢？我跟小鱼商量了，我说小鱼啊，能不能掐掉？小鱼跟我说，他说不好掐，因为一直在睡，所以你要把它都掐了吧，这个片子就不连贯了。这时候刁居士在旁边听着了，你们知道刁居士怎么说的吗？打死你们，你们都想不出来。真的，我给你们出这个题很简单，你们就，我得给你们答案啊。刁居士是这么说的，别掐呀，都留着，这真实的，我睡觉就是睡觉了嘛。你看看真实不真实，从这里你可以看出他为人的性格啊，他不装假呀，就是这个镜头他不让掐，他说你都留着，真实啊，我就是睡觉了嘛。同学们，除了刁居士，谁能这样认识问题、回答问题？说这样的话，他真实了，那个片儿不能用了，他想不到这个问题，他想不到说这个片儿不能用，他就想我真实就行。这个例子跟大家说。还有一次，有一个同修，比较知名的同修吧，跟我说，说你怎么身边带着个迷糊呢？你们哈尔滨没人呐，我给你找两个当护法吧。我当时听了心里不舒服，我就给怼回去了。我说我身边的人都是高智商的，你没看出来，我就这么给人怼回去了。我说你看着迷糊，实际上到时候一点不迷糊。我说我这个迷糊是金不换的。你说我这几句话给人怼的无言以对，我现在想起来呀、啊，真的太不近人情了。人家实心实意要帮你找两个护法，你这一段话给人怼的，叫人都回不过身来，真的有点对不起人家。刁居士我俩的故事啊特别多，排个四五十集的电视连续剧应该是不成问题。下面再给大家说个例子，我们每次去香港，回哈尔滨的头一天，师父老人家都要请我们到他住的地方去吃一顿饭，给我们送行，再嘱咐我们几句。这个是我最最期盼的，我不是期盼去吃那顿饭，我是期盼去了以后，师父给我开点小灶，那个机会可是难得的。每当这个时候啊，师父给我们讲的都是非常重要的话题。每次吃饭人数不多，顶多也就那么七八个人，你看我带去的加在一起就五六个人，除了师父以外，就是协会出一个，然后他工作人员都上桌，就我们几个人。听众们可能会问，老师啊，吃饭又出啥事儿了？真出事了，我真的不愿意提呀、啊，一提我就惋惜。什么呢？接话打岔，打谁的话呀？打师傅的话，因为师傅和我说什么的时候，不是师傅问我，我是绝对不搭茬的，这是规矩。有一次啊，
师父正讲到重要的问题，打岔呢，标题是啊，他为什么打岔呢？师父前面说他没听明白，赶快问呢，这就开始问了。师父有个什么特点，就是我摸索出来的，他在跟我们说什么的时候啊，一气说完，你就默默去听，不要打岔。如果中间被打岔打掉了，师父停下来待一会儿，他再说的时候就不是这个话题了，师父就换另外一个话题了。所以因为这一天师父讲那个话题特别重要，因为师父讲这个话题之前呢，老人家用眼睛瞅着我，我读出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师父告诉我下面这个话挺重要，你好好听着。我理解师父是这个意思，所以我是全神贯注地听，正听到关键时刻，一下子刁律师给打岔打过去了，师父就停下来就吃饭了，不说了。我们这几个人啊，说实在除了小鱼不接话以外，其他几个人全有接话的毛病，不是他接就他接。这个怨我没有太严肃地跟他们说，有时候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一句，以后别接话，尤其是别接师傅的话，我只是这么说过，但是没有引起他们注意。所以这一次又犯这个毛病了，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基本素质比较差。差在什么地方呢？差在不懂规矩，不分主次，不分场合，摆不正自己的位置，不知道自己是干啥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人际交流的基本礼节不懂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得多费点口舌，一点点掰扯呗，细说呗，你不掰扯明白，不知错在哪里。有的同学可能想问，刘老师啊，那么重要的话题打断了，你咋办呢？这就是我惋惜的地方。一般情况下，被打断了，过去就过去了，我不会让师父接着说，我觉得那样做对老人家不尊重，我宁可舍弃了，我惋惜着吧。但是这一次对我来说，这个话题太重要了，因为下面的话题我理解师父说的就是针对我说的，就是我下一步应该干啥，我应该怎么办，你这个给我插过去了，我没听着啊。没办法，唯一的一次我跟师父说，我说师父啊，您刚才说的没说完呢，再给我们接着说说呗，就像小孩撒娇一样啊。师父老人家瞅瞅我说，哦再说说再说说，这样把这个话题接下去说了，我把我要听的内容听到了。你们说耽误不耽误大事儿？脾气啊，不懂规矩啊，真耽误大事儿啊。第二个啊，第一个说完了，说第二个，什么脾气重，表现在什么呢？我给他概括一下，一强三多。怎么解释？一强，好奇心强，三多，念头多，说话多，管事儿多。你说一个修行人要具备这四条，你还想修行成就？真的没门啊。你比如说好奇心强，刁居士这个好奇心强啊，强到无与伦比的程度，你别人比不过他。那大家说，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？我给你举个例子呀，为什么我说我今天是像扒蒜似的一层一层的往下扒呀？举这么一个例子，有一次啊，我们这个道场来了一个女居士，刁居士问我那人是从哪来的，我说听说好像是从什么什么地方来的，我告诉他，接着他就问我他和谁谁谁啥关系，
就指我们道场的一个人，他和谁谁谁啥关系？我说我不知道。他是通过什么关系来这个道场来的？我说我不知道。他在这儿能住多少天？我说我不知道。他家里都有啥人？我说不知道。我都回答不知道。我说不知道是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就知道他从哪儿来的，我是听说的，其他那几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，我就如实的告诉他我不知道。这还不行啊，你不知道吗？接着还得往下问呢。他又问我一个问题，把我问烦了，我真急了。他问我啥问题？你们还是猜不到。他有丈夫吗？一句话真的把我问火了，我那火腾家都窜出去了。我说你怎么回事？你警察查户口啊？人家有没有丈夫关你啥事儿？一句话叫我把他闷回去了。如果我要不闷回去了，那下面不知道有多少问题在等着我呢。你说他有什么目的吗？我了解他呀，他没有啊，他就是好奇呀。我告诉他，你这样时间长了，你会讨人嫌的，招不招人烦呢？这个事儿归你管吗？你问的这么仔细啊。他怎么说的呢？他说我不是不想改，我就是板不住自己，板不住自己啊。这回他又给我出了一个题吧，他板不住自己怎么办呢？那我得想办法解决他这个问题啊。不是好奇心强吗？不是念头多吗？不是说话多管事儿多吗？那这我就要针对这个问题给他解决呀。所以给我憋出了一个三部曲。什么三部曲？一会儿我给你们说，你们都想我是名人啊，你们都把我说成是老师。名人不好当啊，老师不好当啊，我一再说我不是什么老师，你别这么叫我，你们非得把我举不上去，举不上去怎么的，挨累呗。我先说说我们来到这个道场的头一年，有顺的地方也有不顺的地方。顺的地方是什么呢？老爷子愿意在这待着，哎，这个就是最大的顺了。如果他要闹着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哎，老爷子愿意在这，他喜欢这。不顺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哈尔滨来的这几位，和现在道场原道场的几位，过去没共过事啊，没在一起生活过呀。这现在凑合到一起了，没经过磨合呀，没经过磨合。就怎么的了呢？大家想一想，不愉快的事儿屡有发生啊，不是偶尔的发生，是屡有发生，时不常的就发生这不愉快的事儿。那不愉快的事儿怎么办呢？就得我来摆平呗。但是我也没那么大能力啊，我也摆不平啊。比如说有一次，人家两个两对脸的吵起来了，就像公鸡斗仗似的。谁也不知道谁，我说这个不听，说那个不听，都强势，没有一个弱势，给我气得躺在沙发上。我说哎呀，你们非把我气死不可呀！想想都不顺到什么程度了。这个时候就面临四个选择，我跟你们说说这四个选择。第一个选择，回哈尔滨，全班人马打道回府，回哈尔滨。第二个选择，把老伴子留下，我们几个回哈尔滨。第三个选择，我和老伴子留在这儿，其他人回哈尔滨。第四个选择，都留下来继续磨合。这就是我当时面临的四个选择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当时过的那个日子啊，我用一个词来形容，你们就体会到了煎熬。我过的是煎熬的日子。怎么选择？选择第一条，
通通回哈尔滨，老伴子通不过，他不走。我动员他几次，咱们回哈尔滨吧。老伴子说这儿挺好的，就住着吧。再问他，人家不吱声的。第一条不行，第二条把老伴子一个人留在这儿，我甩手回哈尔滨了，不通情达理的事情没有这么办的呀。第三条，我和老伴子留在这儿，他们几个回哈尔滨，这一条是我无论如何都不会选择的。第四条，通通留下，继续磨合。我当时就想呢，唯一的选择就是第四条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靠我的本事了，靠佛力加持了，看看我的境界能高到什么程度，能不能把这个事儿摆平。就是这样。大家可能想，老师，第三个你为什么不能选择？我跟你说，为什么第三条就是我和老伴子留下，他们几个回哈尔滨，我不能选择。过去谁都不知道，因为2007年，我送刁居士的丈夫老齐往生，那是我俩第一次见面和老齐，我和老齐7天的缘分，第一次见面到他往生，一共就是7天。老齐在往生的头一天晚上，我记得是7点多钟，他留下了2条遗嘱，其中第一条遗嘱就是我的后事由刘大姐安排。那一念间，一瞬间，我就有个什么感觉呢？他不单是让我安排他的后事，他是把刁居士托付给我了，他只不过是没说出来。后来我验证了，我的想法是正确，他对小刁不放心，他把他托付给我了。我受人之托不能失信，从那一天起我没跟任何人说，我自己就有个决心吧，我要把小刁带在我的身边，我不能辜负了老齐对我的期望。大家记不记得前几年有多少人是从我身边撵走，那都起哄了，不是一般的撵了。我是这样处理的，一，我在跟大家交流的时候高调的表扬他，赞叹他，你们回想回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？有些人提出过，哎呀老师你怎么那么表扬他们呢？哎，我就是要表扬，我必须让他留在我身边，我不能让人们把他撵走，这就是我的目的。我承认这个刁居士啊挺麻烦，时不时常的就给我惹点小麻烦，我怎么办？我就当他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插曲，生活当中的一朵小浪花，我们做菜的时候加的一点小佐料，这样我不烦恼。哎，你要说不生气，那不是，有时候也气得我够呛，这倔呀，太犟了，你搬不动他呀。有时候你说到点子上了，他呢那种呆萌的样子啊，现在不有个词叫呆萌吗？那个刁居士72岁了，他也呆萌啊。他一把那个呆萌的样子拿出来，我心就软了，很可爱呀。另外，我一直把他当作我的妹妹，我一直想我姐姐是怎么样对待我的。那现在我是姐姐，她是妹妹，我怎么样对待她？我拿出真心来对待她。第四种选择是唯一的一个选择，就通通留下，继续磨合。但是后面的难度，你们都能想象到有多么难。我跟小刁说呀，我说小刁啊，你怎么这么难办呢？一件事儿跟你掰扯，掰扯明白是解开你心中一个心结，再掰扯一个又解开一个心结。我说这个结也太多了，我得啥时候能跟你给掰扯明白呀、啊？
你怎么这么刚腔难化呢？我把这个词儿我是说了，焦居士是这样回答我的，我觉得人说的头头是道啊，我无话可说呀。他是这么说的，不就是因为有我这样刚腔难化的人，释迦牟尼佛才讲经说法49年吗？如果没有我这样的人，佛就不用说那么多年了。他还说呀，要不是我在你身边，你怎么能知道末法众生刚强难化呢？同学们，如果你是我，你是不是也无语了？73啊，就是他念佛不得力的第三个原因，典型的不会说话。注意了，我用的典型的不会说话，可能你们这一生都没有见到过刁就是这样不会说话的人，得用例子说明啊，不能光有帽啊。第一个例子，大约是7-8年前左右吧，毛毛老师要去吉林，我们到长春机场去接他，还有他的一个护法居士。路上啊，就在去机场的路上啊，我就嘱咐这刁居士，我说刁啊，一会儿见到毛毛老师啊，你千万别信口开河胡言乱语。他回答的可干脆了，大姐你放心吧，我记住了，我一句话不说。这是当时他给我的回答。接到了这个老师以后，可能还要等一个客人，所以我们就需要等一会儿，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会儿。我们就4-5个人吧，你看那个老师带着护法，我和刁女士，可能还有小鱼，小鱼不一定老坐那儿，他有时候出去溜达溜，就我们几个在那说话。那个老师的护法呀，就向我们介绍介绍他的老师最近一个阶段在干什么什么事情。没等人家说完，小刁一炮就给人轰过去了。他咋说的呢？这么说的，你们老师干的事儿，我们老师从来不干。哎，那个表情啊，那个一脸的傲气啊。人家那个护法居士啊，真的急眼了，就差把火发出来，那脸都变了。你说我咋办？多亏呀，那个老师人很有涵养，很有度量，打哈哈给我们台阶下。毛毛老师说，你们老师和我的使命不一样，所以我俩干的事儿也不一样。哎，心平气和说的，我当时啊出了一口长气，哎呀，可有个下台阶。按道理到这就完了呗，就这台阶赶快下呀，不行，没说完呢，接着说。这我就瞪着他，我瞪他，他不瞪我呀，他看不着我瞪他呀，还跟人家护法居士。对的，还想接着说，他一张嘴，我们老师就这个态度，我们老师，我觉得桌底下我一脚踢过去了，我狠狠踹了他一脚，还好踹过去了，下面话没说出来，愣愣眼瞅着我，意思是你踹我干啥？当时啊，给我气的呀，小刁啊，小刁啊，你要干啥呀？千叮咛万嘱咐，不嘱咐倒好，一嘱咐倒变本加厉了。事情过后啊，我问他，我说如果我不踢你那一脚，你下面还想说啥？他实在，真实在，他说我想说我们老师干的都是高级的事儿。我说那你言外之意就是说人家那个老师干的都是低级的事儿呗。他说对呀，我就这么想的呀。你们想一想，你看都把我气笑了。如果那一天刁居士把这一炮要是放出去了，这个场我怎么收啊？我都不会呀。这是第一个例子。第二个例子，2013年，我胳膊摔伤了，住院手术，刁居士在医院陪我。有一天呢，我姑爷
啊，就是我女儿的丈夫，我们北方都叫姑爷。我姑爷来电话问我的情况，刁律师接的电话，他站在窗台那儿，脸向窗外，背对着我，我在床上坐着。前面一段话呀，说的没毛病，跟我姑爷说我目前的情况什么样什么样，这没毛病。可是说着说着，人家突然话锋一转呢，搬到岔了，而且这个岔搬的太离谱了。我就听刁律师说，这个姑爷和儿媳妇啊，比起那个姑娘和儿子就是差一成，还带表情呢，调啊。后面还有话我记不全了，哎呀，给我急的，我心里想啊，小刁啊小刁啊，你这是哪跟哪啊。我朝他摆手，他背对着我看不着，我又不能喊他，因为他正在通话，怎么办，挺着吧，就由他胡说八道吧。放下电话，我问他，我说刚才电话里你说的后半段内容和前半段内容有啥关系啊？他说没啥关系。我说那你说这些话是啥意思呢？他说没啥意思。我想到这儿我就说了，这是他回答我的。我说那是我平时跟你们说我姑爷和我儿媳妇什么什么了吗？他说那没有，你从来没说过。我认为这是普遍现象，所以我就说了。我说你说这个话后果是什么？他说不知道。我告诉他挑拨离间，制造家庭矛盾。他说能有那么严重吗？我说你想想，我姑爷听了这些话，最起码他会想我妈都跟人家说些啥。我说好在我姑爷是一个明理的有度量的修行人，否则这一把呀你给我惹大麻烦了。这件事过去七八年了，我姑爷从来没跟我这个事儿，他真的是一个大心量能包容修行人，我挺佩服他。第三个例子，大约是2017年，我们来到这个道场不长时间。有一天我们四五个人在放生池边上的柳树下聊天，在场有一位法师，聊着聊着，刁居士突然插了一杠子，指着我家刘如密对法师说，他前生也是出家人。听得我心惊肉跳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，你咋啥话都往外掏啊。我瞪他一眼，他没理解我的意思，就补充了一句，上你家那个法师就是这么说的。我们在场的几个人呢，面面相觑，全都无语了。事后我问他，你在那个场合把这句话端出来想表达什么意思？我就是想告诉法师啊，刘如密前世也是出家人。我说的不对吗？上你家的那位法师确实是这样说的呀。什么叫一根筋？这回你们领教了吧？我是早早就领教了，因为他自己老说呀，我是一根筋。一根筋就能筋到这种程度，你们见过吗？故事讲了这么多还没讲完，你们可能有的还想听，咱们明天接着往下讲。一定要把这个事儿掰扯明白，为什么念佛功夫不得力，都是什么在障碍，不掰扯明白呀，没个得力呀，费点功夫就费点功夫吧。今天这节课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，明天再接着讲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